赶紧冲进冰镇歇歇脚吧！等等，有鬼子混进来了！兰子，兰子，别开枪！快！背着你是有用的，你的命就是最大的用处。朱排长被骗了，有人来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我脚崴了。啊！我来帮你看看吧。好疼啊！ 周排长，你比我想象的要慢了1.5秒。抱歉，大人，让您受委屈了。 你不是郭家村的？我是富士山下福田村的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大人？ 有人来了，走！他们进狩猎了，那边走！哎，等等，等会儿，这路你熟吗？别走错了，走。 我去枫林渡。是，大人。只有拖住了孙一枪，我的刺杀任务才有能完成。我帮你杀了他。不许冒险。他的冷静和判断远在玩武和玩六之上，你只要冒险，我拖着他们。其他的，什么都不许做。
是，大人，请把版本的刀带走，还请带给他一句话：他最想要的东西，在富士山下福田村。 就这了，一班长，走！你带个战士到附近搜索一下。是，跟我来。是。排长，俺们在这儿干啥？站岗放哨，医护首长会从下面这条路经过。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路口的安全。哦，那首长啥时候来？应该快了吧？哎，那这保证首长的安全是不是应该离得再近一些啊？ 首长身边有警卫员，我们是负责外围警戒的，也看距离这么远，也在步枪的射程之内，不能大意。是，大意就会出事。小心小玲，到！你去侧门看看，你去外墙看看，钢参军就有这么光荣的任务，都别紧张啊，仔细看着。是。钢参军，你以为呢？ 都跟你一样，是附近村庄刚招的新兵，也就比你们早一个礼拜，要不然怎么能搁在外围呢？啊，真好，真好。好什么好？啊，那个都是新兵，好相处。老兵也好相处，我们队伍不欺负新兵。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这哪治得住啊？队长，血流多久没救了？傅大哥给我留的绷带，我给他送去。我去，小花，小花，我没事。你个傻丫头，别过来！这狗日的枪法太准了。 两枪都打在我同一个地方，老孙，注意开枪位置。老孙，两枪都是同一个地方打来的，枪没有动。队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打中了吧？我感觉没有。奇怪，这不是刘川的水准啊！枪和人也许不在一起。 什么意思？我们打猎的时候，会有一种自发功能，用机关牵扯，一拉就发车，人可以躲在另一个地方。我估计是这种情况。我怀疑对面的人不是刘川，刘川不可能两枪都放空，那他肯定已经离开了。老孙，立刻去枫林渡，要快！队长，既然刘川已经不在了。 你留着还有什么意见？对付他们，你还不放心我吗？快走！小花，照顾好狐狸，你俩谁也别动。搞什么鬼啊？真麻烦，不管了。去死吧！ 游击大队那笔账，我该收了。我弟弟钟道红的账，我算你头上了。你就清账吧。钻地，钻地！流这么多血，还大喊大叫的，死了咋办？我死了你又不会心疼。咋不会呢？当然会了。真的。
老年根我杀头猪我还掉眼泪呢，何况咱们是战友了。会不会聊天啊？队长，狐狸，腿咋样？死不了。血已经止。是你们排长。喂，我听说你们八路个个都是好汉，我给你们个机会，都不开枪，我一个人对付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样？别给他们开枪！别动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大日本帝国定西特战队队长坂本四郎。他们才参军一个星期，是才放下锄头的农民，怎么跟你杀你机器比？周排长，杀你之前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我们的破绽的。你说郭家村的人都死光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却不想接郭家村出来的人，我们这伙人不像你们这没人性。ですね。田中，这就是你的疏忽了。嗨，以后注意。
别废话，秦昊，你归我管。 他不是号称枪神吗？瞄准点儿！你不要用这套激将法。刘川大人岂会怕你？刘川大人那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既然他没胆量开枪，那我就过去了。队长，不要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 孙一枪已到，不能让他发现我。刘川大人，美金嘴让我告诉你，你想要的东西，在富士山下福田村，到底是什么？他说的，一定是他的刀谱。他人呢？他在牵制高风亮，我先过来。牵制高风亮？ 高风亮就在这里，他呢？
你把他怎么了？我不想杀女人，可他非要跟我玩命。他的刀法应该不差于你吧？你杀了他，我也想抓活的，可他自己找死，往我刺刀上撞，我实在躲不开。高不良，你闭嘴！铁生，他跟那个日本娘们关系不一般。 继续，知道了。文本，那个女鬼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想不想听？说。他说，坂本君一定会给他报仇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狗屁！这个男子汉怕死的很，躲在墙后面当缩头乌龟，连他的刀都不敢拿。高木亮，你闭嘴！ 我要弄死他！长官，不要冲动！放开我！不要冲动！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王牌，我要用他吊出孙一枪！你放开我！长官，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来的！敌人烧到，马上就要经过枫林渡了。田中，不要让他死得太痛快！嗨。 好像不管用啊，本本，你还记得你哥哥吗？他也是死在我手上的。听说你是专门来报仇的，我现在就在你面前，你倒是出来啊！高鹏亮，你别得意，今天我也让你尝尝。 失去手足的滋味，田中，开始吧！嘿，本本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，不要伤我兄弟。高风亮，你就看我怎么折磨他吧。嗯嗯嗯 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小子，别落我手里，弄死你，没这个机会了。大虎。 求饶吗？孙一清，我知道你在，你不是打了我一枪吗？现在，别人是不敢开枪的。我知道，只有你的枪法能打断我手中的刀，甚至是我的手指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下一刀，我就让他死。孙一清。 难道你就看着兄弟死掉吗？你还是男人吗？你不是百发百中吗？开枪啊！老孙，别上当，还不是故意再引你出来。 兄弟们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白本，我操你姥姥！田中，让他说，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情感煎熬。
们听着，咱们都别哭，红队雨流血不流泪。李队长，帮我个忙，跟阿敏说，说我是被地雷炸死的，山没了，再帮我给他找个好婆家。老孙，天冷，三步放小贩儿。为什么明明是我先看到的你，你却比我先开枪？因为我看到你之前就已经开枪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位置？天狼代表西北方向，三步方小班是我和赵梦一起多年训练的术语，他精确地报出了你的位置。我当然知道你一定在那里。高风亮，你给我听着。我知道今天我也走不了了，你们武工队不就是人多枪多吗？你们不都觉得自己是好汉吗？有本事跟我单挑，没本事就乱枪打死我。队长，别听他的，让我一枪打死。咱是爷们儿，他不是叫板吗？那咱们就用中国爷们的办法，让他死个心服口服。
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叫做一寸长，一寸强。 队长，你看，他们来了。我看到了。副队长，哪位是咱们的首长？你看到那匹白龙马了吗？那个是彭总的，我在延安看见过。是吗？那彭总也在吗？ 太远了，看不太清楚啊。能远远的看上一眼就不错了。队长，你说首长会不会知道，为了这次安全通过，会不会有这么大的牺牲？当然知道，首长一定会知道，有无数人牺牲。 在这儿，把猛子留下吧。不带回去了。不了。你们都记住，以后见了阿敏，不要说赵某牺牲了，就说他被首长选中，去执行更大的任务了。早晚是瞒不住的。
老赵，对不住，我们没有找到田中的尸体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们都会找到他，替你报仇。打仗就有牺牲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有擦干眼泪，继续打鬼子。队长，这碑咋写啊？废话，当然是武工队烈士赵猛之墓。也刻上刘伯同志吧。还有我哥哥，还有穿山甲马德宏烈士，还有老岩枪他们，他们都是英雄。老傅，就刻英雄之墓。队长，咱们的头像在定西贴的满大街都是，肯定是回不去了。下一步你会去哪里啊？你应该问我们下一步去哪里，因为无论我去什么地方打鬼子，你都一定是我的副队长。我欠你的吗？不是，我欠你的。同志们，走，咱们先回家报个到，换个地方继续打鬼子。